没有法力了。
还有用处。 这里做这种事。
准备好。
得安宁吗？哎，他还有呼吸。在这里做这种事，对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和那。
丘陵地是我的家，我们的补给品。 算他运气好。 去旅店附近看看，问他有没有来自欧北修道院的消息。 真奇怪，太可怕了。 家族培育的都是上上之选。 我不能在这里做这种事。
听说那间屋子里住着一名石雕匠，他的名字叫简巴。这里既隐秘又荒凉，很适合独自工作。就跟你家一样。是小虫子而已，以伊莱雅斯的能力应该要更难缠才对。去看一下那间屋子。小心一点，伊莱雅斯可能还在附近，看你能不能找到什么。今天，伊莱雅斯大人来找我。真是惨不忍睹。希望我们还能从他身上问出线索。有访客，我们天大。
凶残，别站着发呆，快去欧贝修道院，去看看是谁耽搁了院长。我还没准备好。啊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
我不能在这里做这种事，我还没准备好。 这个地方被占据了，它散发着禁忌法术的能量。罗拉斯纳赫，收到你的来信还真是奇怪。你的好徒弟今早跟我还带来同样令人不安的消息，但他没有提到你。 莫非你没有派他？有人在吗？快锁门！其他人怎么样了？院长呢？上诉就对了。 还没准备好。 需要时间准备。
夜晚降临前，我当保其安全，然后。我睁开双眼。哇！伊兰，you
的所有知识都该让所有的祭司子嗣一同分享，不能对他们有所隐瞒。全世界的骗子和知识小偷都要在悔恨中消亡。对了，避开城市大门。对了，避开城市大门，那里太多食人族了。去悬崖那边，会有帮手在那里。